我看一下，3161嘛，再来是包，后面是包51。但是你看一下我们的控制盘，8551，这是红色，啊，这橘色的，后面都没有任何的红色，所以你会直接误判说851就这台，但事实上3161在851前面，所以前面躲了一个3161。再看一下。你还是要851吗？右边有没有3161？有没有在一股有写3161？没有嘛。所以这就是骗人害人的一个设计啊。好，我们再看一次，看第二次。3161，绿色是预计要到了的，红色是实际的位置。3161在851前面。好，你看到现在右边没有任何3161，就只有8551，然后这红点你会以为是851，最早你说851后面那3161在前面，应该前面有打嘛，就没有嘛。这个就是害人的那个控制盘的显示。好，我们录个影做存证，以后之后发生的状况哦，这不是我们没有反应过。